本分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啊，在本辖的北斗镇西洲乡发生了农用抽水马达以及公庙香油钱、自小货车等的窃盗案，案经本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来进行查缉顺利缉获了周姓、严姓以及廖姓等三名窃嫌所组成的窃盗集团现场并起获了钓鱼线等相关赃证物，全案经本分局侦办后依窃盗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情况是怎么样侦破的情况大约是本分局三月初的时候，在北斗镇西洲乡陆续有接获民众报案称农用抽水马达、公庙的香油钱还有自小货车陆续遭窃本分局分局长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视器，并锁定三名窃盗犯嫌积极侦办，并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于三月十六日当场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并申请羁押获准，并于三月二十七号陆续将廖姓、严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那总共犯了几起那个偷路马达，还有那个变卖大概不法得利大概多少这个些钱都到哪里去了三名犯嫌到案之后，供称他们总共犯下了三起农用马达，还有两起的公庙窃盗，还有一起的自小货车窃盗案。三名犯嫌供称他们所窃取而来的金钱都是购买毒品，总共窃取的金额变换现金大约是新台币5000元左右。